来的。终于没有妹妹了。看你了。等级七六八。给水果人没有？哇！哇，你厉害哦！两块能包了，是吧？这两只只要你两百块，这五只，这两只要你两百块了，是吧？哦。来哦！我吃不着虾呀！哎呀，你是人工啊？下你最够人卖哦，这两只、这四只、这六只，200块了啊，还够人卖。这人工啊，六只200块，人要吃，200块啊。人工够人要赚的啊，无人要爱啊哦，安尼来，安尼啦，我问一下啦，条鱼够人要爱哈，条鱼，够分够好啊啦。够分够好啊啦！一包几只？一包一公斤，一包一公斤就对啊啦！一包啊，你有几只？20几只啦！一只卖10块就好啊啦！一包卖你200外啦！你听无？一包200啦！我问一下，200来啊？400有人要爱无？200300块啦，我借一个啊啦！300块够人要吃的哈？我春节人赚的无偌济啊啦，200来啦，200块就好啊，200块啦，人要爱无？就迄个鱼200块够人要赚的？有人要钱的无？等下烤箱七大锅好食啦，200块够有人要爱无？200块啊，钓鱼，钓鱼鱼200块够有人要爱无？钓鱼鱼够有人要吃的？钓鱼鱼无人要爱吼？这下你敢无？100块，这几包。鱿鱼够有人要爱无？鱿鱼鱼啊，我食一个鱿鱼鱼，敢够有人要吃啊？鱿鱼鱼我亲戚人产的无偌济啊，我讲真的啊。来啊，这鱿鱼鱼够有人要爱无？人产的无偌济啊，100块敢够有人要吃啊？100块，100块够有人要爱无？100块，100块鱿鱼鱼敢够有人要爱啊？100块啊，鱿鱼100块够有人要爱？有鱼100块，还够人要吃啊？100块，有鱼100块够人要爱无？100块，可以吃啦，吃到人看无？100块够人要爱，好啊吼，无人要争啊吼，无人要钱啊吼，时间无几摆剩。金龙够人要爱吓，金龙啊。无啊。金龙啦，我问一下啦。一尾金龙吼，外口市价啦，市价一斤偌济？一斤300外，伊种物件罕咧看，种物件少的。我问一下，咱山咧偌济啊啦？一斤300外，即只磅就磅偌济？介无爱磅200啦，两只开400啦，两只400啦，两只300，有人要吃的无？我就一个300块，敢有人要来？300块够人要吃啊！300块，这两只300块，安尼去落卖啰嗦啊！上三只来300块，有人要啊？300块。金龙这尾鱼啊，好啊！你讲餐厅才有尔，用吹就好啊。这尾鱼啊，唔免蒸，用吹就好啊。你用吹就要求好食，若歹食，就等下现我啦。我就一个300，有人要啊？300块啊！300落啊，这个叫做啥？300块，最后一个300块，大下无？300块，300块金龙。300块我跟你讲，桌面上我卖就好啊，要准备要来休困咯。一尾鲈鱼就好，抬到好抬偌济？抬130、150啦，合理啦。一尾抬到130、150合理啦。来，我问一下，
讲两尾，讲两尾要来啦。三百啦，安尼啦。哎、欸，我少少钓着好啊，好无？那我今天无偌济啊，咱三个啦，这三尾好来啦。卖开始啊，哦，四百、三百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三百块啊，有人要来？三百块啊，鲈鱼啊，鲈鱼三百块啊，有人要来？三百，三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今天走，今天怎么那么晚？来三个啊，卖搁少啊啦，上四尾要来啦，我招一个三百块，有人要来就三百块。三百块啊，人要吃三百，三百有人要来，三百块有人要吃的啊，鲈鱼。三百块有人要来无啦？一只六十啦。三百有人要来无啦？鲈鱼一只六十块尔啦，无人敢吃。两百多呢？就一个三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三百，三百有人要吃的无？三百块啊！鲈鱼不要吃哦，无解啊！黄鱼剩只五只，黄鱼剩只五只，有人要来无？黄鱼有人要吃的无？剩只五只尔。一尾落台偌济？台百八啦，两尾三啊六啊，三百块就对啊啦。三尾一四尾落，我就一个三百块啦。有人要来无？三百块。三啊。三百块有人要来？没有了。加加。三百了。三百了。你们吃三？葱爪饼剩一包，有人要来？卖开你啊，五两包，有人要来？一百块有人要吃？葱爪饼啊，真真的多啊，一百块有人要来无？一百。葱爪饼一百块无人要吃，十袋呢，一包内底有十袋哦。我问一下，一百块有人要来无？一百。对啊，对啊，另外对啊。等一下，等给他卖。我卖比较贵，我卖比较贵。七八块。这剩两个人客，还有人要来小尾棒，退冰落吃，买来只一条十五块尔，出出来就好吃了。一块超市卖百二啦，两块卖三六啊，两块卖两百啦。两个人客卖就算啦，百五有人要来无？百块。小姐。百五，够有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一百五，百五，够有人要来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人客百五块，百五，够有人要吃的哈？最后一个，阿姐啊，这煮糜好食，煮糜比囡仔爱食啦。我招一个百五，凉拌就最好吃。吓，凉拌就最好吃的啊！百五，够有人要来哈？百五块因啊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人客百五，最后一个人客百五，够有人要吃的？来来来来，今天剩一包了，我袂变好。摇头排骨有人要来无啦？快啰嗦啊，剩一包尔啦，一百块。摇头排骨。今天排骨是谁啊？一百块有人要吃的无？石斑有人要来无？石斑啊，良好石斑啊，大只水的就对啊啦。一尾活动金半超贵，一尾金半超贵啦，一斤卖偌济？三百。即尾抬到抬偌济？抬三五，抬四百啦。两尾来开八百，开七百，六百块有人要吃。留言注意一下。我招一个五百块有人要来无？五百块啊，上班，上班五百块有人要来？镜头卖啰嗦啦，即尾给我送五百块就好啊，五百块有人要来？上班，良好上班。要吃啥？什么？蒜鱼啊！南山的有人要来，南山的啊，海菜啊，海菜啦。等你一只退冰蛋和煮汤就好啊，正平湖的海菜啦。一块超市卖偌济？卖六十，两块卖百二，两块一百块有人要吃的无？一百块啊。
我招一个镜头麦罗山，时间宝贵，麦趁啊！我招一个三块一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来啊来啊来啊来！四块来一百块就好啊，一百块。海菜阁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。海菜，煮汤卡吃两个来来好食。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啊我呢？一百块有人要吃啊无？一百。三块四块来，我招一个一百。一百。一百有人要来无？无吼。到人坐下你好无？一百块阁有人要吃无？一块两块三块我来啦。我招一个四块来，一百块，阁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。无人要来啊吼，连恁拢无爱来啊吼。飞机有人要来无？咱山的剩只尔，我买到少啊啦。一斤飞机都好卖偌济，卖三百外啦。刚刚即只抓着抓偌济，敢无抓三百，抓二啊五啦。抓两百好无啦？咱准一只抓两百啦，两只三只后来开六百，我五啦，五百块就好啊，五百块。三只五百好嘞，这三只后来五百块，这也四只后二五百，食到济，只只搁送二五百块。剩这三只有人要吃无？三百，剩这三只三百，飞机。七九一个倒面上改啥？帅鱼从南山的，敢有人要来？鳕鱼啊，敢有人要吹哈？